我们让调配的位置之一。我们从表面上打成，不管你前期发生了什么，你们这一组啊，刚才看了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个空群牌。在这一组里，你们看一下啊，五个大牌都出来，等于出现了五个大神，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链接是非常深的，肯定就是一个前世的一些事情啊，你们之间的业力非常的一个重，所以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相识相遇和相知是必然的，也可以说是一段痛苦的一个，可以说叫做孽缘吧。所以说你们前期发生的事情呢，在你们两个的一个生命里啊，它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也是必亏的。而且呢，我在这里看到你们应该是关系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死神啊，结束了是结束了，他就告诉你要重新开始。这就是刚才老师从上一组可以感受到的啊，你应该喜欢的这个人是你的一个前任，前期结束的那个帮助过你的恩人或者社会你的那个人，因为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就说叫缘分，到现在还没有结束，需要重新开始前任的事情是要解决的。同时呢，也可以看到你们之间啊，这个发生了 N 多的一个触动身心灵的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是人为所左右的，发生的地方它发生了。现在的唯一的一个办法就可以看到，双飞机出现在正义的一个下面，就是让你们对感情还要充满，就是希望。因为呢，在你们内心里边啊，你们两个因为链接太深是没有办法忘记彼此的啊，你们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这个基础更多的是可能是另外一个前世。所以说，让你再次启动你们的一个情感啊，去重修你们的一个关系，同时呢，做一个选择，不管你是愿意不愿意或者高兴不高兴，收起你自己所谓的一个非常个性的一个脾气，像这样就皇帝一样啊，这个好多原因应该是存在你的一个身上，你可能是有点太。霸道了，或者说太自我为中心了，收起你这些脾气和性格啊，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呢是无法改变，或者是说，无法实现的啊，看似绝望的一个事情，或者说，结束的一个事情呢，死神在这里出现啊，你记住，它是要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的，因为这么多大牌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内部逐渐的一些缘，或者是说啊，一个相互的一个关联啊，不是说你想结束啊就结束的啊。那因为老师刚才偷看了一下这个浪漫天使卡和这个大天使给你的一个提示，其实我基本上是找到了一个答案啊，你看一下你的浪漫天使卡给你的一个提示，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从相识到相遇啊，必然会经历一次分离，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次分离的，你们还得要重新有个，因为你们之间还有一个婚约，也就是前期如果你们有过婚约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你们分离一时间；如果没有婚约，那么你们分离完了还有一个婚约的一个存在，就是你们前世的时候有个婚约，你们这一世的一个婚约还是要继续的，因为在你们两个之间的可能吸引力啊，还是或者是业力啊，需要一个修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可能更多的要去接触一些大自然，提升一下你自身的一个能量，减轻你自己所谓的固有的那些东西啊，去增强你们之间的一个彼此的这样的一个链接，让你们关系呢重新修复。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来源于三个大天使卡的一个提示。就是像刚才老师看我们这个塔罗牌提示的，为什么那么多大牌啊都是逆位的？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啊和你们首先的一个前世的一个链接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者是基于你们没有链接上，所以说你们之间的彼此的一个感应啊是还欠缺的。就是刚才老师为什么你要去增强你的吸引力，你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感应。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和你们的无论内在小孩或者说高我也失去了一个连接，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里一个恋人的一个逆位，还有一个星星的一个逆位，就是说你现在你自身啊，首先你自身来说，你的内在小孩或者说你的那个高我不在你的身上，他可能是在漂移，或者说。出去忙一些别的事情啊，去游玩了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你的大天使呢在提醒你呢，现在呢就是拉吉尔呢，他在协助你的完成唤醒你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灵性的一个视觉，他在召唤你的高我或者你的内在小孩啊，重新快速的回到你的一个身体里边，这样呢你就会感受到你和你跟想的这个人之间的一个链接，还有比如说你们前世的一些记忆啊。同时呢，大天使乌里尔呢他也会协助你啊，同时给你一些感应，也希望你做一些祈祷，他也会提示你怎么样去做，快速的恢复你们彼此之间的就是啊这样的灵魂方面的一些链接。因为我们第三组伙伴啊，就是肯定是灵魂伴侣了，或者双生火焰啊，这组也是的，而且感觉也是的。同时，你们两个之间的链接现在处于就是一种非常弱，或者是说一种有点失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会出现了前期你们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肯定是很痛苦的。不管发生了什么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和这些细节没有关联啊，老师也看不到，我们只能提醒你，首先你要做一些祈祷啊，向你的守护人，向你的守护神啊发出邀请和祈求，让他来协助你快速的恢复你们之间的一些记忆和链接。再有呢，就是也让你的守护神呢帮助你去链接到这个人。他和你所经历的一切啊，包括前世的一些东西啊，是很多很多的。同时，你们两个人是分也分不开的。如果持续的这样走下去呢，真的是这种痛苦的，我们可以说叫做孽缘了，甚至彼此的一个折磨。倒不如呢，快速的就是做一个恢复啊，这样都有助于你们目前的一个生活状况和未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幸福。好吧，这是第三组的一个解读。